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兔狼频道，我是兔兔狼。我们今天要来考验一下我们的喜好，这叫做终极二选一。好，那我们直接开始。好的，好，跑车还是轿车？三二一，轿车。其实我喜欢轿跑啊，可是我觉得轿跑应该还算轿车类。对，就是外形来说的话，就是轿车，只是它的引擎感觉又跑起来的。对。OK， 那下一题，来，有氧还是重训？三二一，重训。我走路过敏，走路是有氧哎、欸，我觉得有氧就是很累，因为我心肺功能不太好，我容易喘。对啊，然后我觉得喘的感觉我不喜欢。重训就是加重量而已，就是 push 这样子啊。对。然后我们记得那个时候不是跟那个谢亚健拍那个影片吗？对啊。然后他就说我们两个都是主动的身体，所以其实我们两个本身就是很适合健身，难怪我们两个会选就比较喜欢重训。对啊，就重训对我们也是，我觉得没压力哎、欸，你也是吧？不是，我觉得相比之下我会选这个，我也是，但其实我不想运动。好来，咖啡还是可乐？好，三二一，咖啡。你不要再跟我选一样好不好？好事多还是大润发？三二一，大润发。来，市区还是郊区？三二一，郊区。我是山边的孩子，我们都是山边的孩子。那我们这样都没有不一样，会很无聊啊。这样不就显现我们真的很适合住在一起吗？你看，连饮料都一样，一起在郊区喝咖啡，怎么了？一起在郊区喝咖啡，然后去郊区大润发，郊区有大润发吗？没有，但我们可以开着我们的轿车去大润发。OK， 好，再下一题哦。嗯，北部重还是南部重？三二一，北部重啊。这个脸蛋还是身材？三二一，脸蛋。为什么？就是我觉得长得好看是天生的，但是身材是后天的。哦，就是有比较有机会，你好，你可以去整形啊，就可以有后天的脸。那你要花钱，哦，很多钱。而且你知道，有些整形当然整得漂亮，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整得很成功的话，但是如果老了呢？老了之后脸变很垂啊，或者是跌倒下鼻子会丢起来啊，哦，那种东西。所以我选脸蛋啊，看我跳老婆就知道了。但我身材很不好吗？不是，哎呦，你不要这样子挖洞给我跳嘛！我是在跟你说你的脸蛋很突出哦。好哦，这很敏感呢，夸不得呢。好来。猫派还是狗派？三二一，猫派。自从养了狗之后，我更加坚定我是猫派。你一定会问说，为什么我要养狗？对，我问你为什么要养狗？因为猫都比较爱你。我认为狗会比较爱我，只要我给它吃饭。你怎么不想说再多养一只猫呢？它也会变成你的猫哦。我非常没有信心。哦，这样哦，狗比较行，因为我知道你觉得狗很麻烦，狗是臭臭的，我就是可以帮它把屎把尿。然后狗跟猫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你为它付出这些，狗可能会觉得很感动。嗯，猫反而会觉得你做这些，你一定是奴才，奴到不行，地位太低了。No， 他们真的很高贵。嗯，那自从你养了狗之后，你真的有觉得说 okay, 狗比较爱我吗？有，它比较会咬你，因为它爱你的表现。哦、OK， 好，猫真的是很优秀的室友。对，他就是现代人家里真的是最好的室友，甚至他比人类室友还优秀。有时候我觉得，安静，对啊。然后你给他一个猫砂盆，他可以定点自动定点，你不用教他，然后你也不用管他，对，他就是安安静静过他的舒适猫生，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对，嗯，然后他也不是说跟你好像完全区隔开，他就是偶尔还是会跟 你撒娇，撒娇、啊，然后擦你的脸，然后你就觉得哦，好爽，好幸福，他还宠幸我，对对。好 M 哦，超 M 的。好了好了，这些告诉我们有多猫奴，好不好？嗯。好、啊，下一个哦，来，关键题来了。嗯。妙丽跟贝贝选一个，来哦，三二一，贝贝。他跟我是情敌，我不可能选他的。你叫贝贝吗？对啊。你在给人家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就是跟你会一模一样？来跟大家科普一下，贝贝是他的小名，他就是想要把他的贝贝 Junior。对对对对。對二世的感觉，想不到他跟你像到这么极致。其实还好，在你出现之前还好，就是没跟你这么像。我出现之后就跟你很像的，对，所以我不爽。他是不是想说，就是想要成为我身边重要的猫？没有，我觉得他巴不得成为我，所以他就一直学你这样子。就是我们要看电影，我想说你去用 Netflix 准备影片的时候，我椅子两张椅子都推好，这样我想说啊，我去拿个饮料，等一下配电影。我一离开再回来就看到。贝贝躺在我的椅子上，然后摇尾巴，
看，他就是一不注意，贝贝就是一定在我旁边这样。对啊，超过分的。对，虽然他偶尔也会跟我撒娇，但就是偶尔，偶尔。对，他跟我一样，眼里只有你，怎么了吗？他比你频率还长，他就是真的就是这样。但我还做别的事情，他就这样一直看着你，盯着你，还会守护你。而且他是因为他是比较矮嘛，贝贝他就会这样子，就这样，然后这样一直仰望着你。他就眼底只有我，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应该检讨。好，下一题哦。好，但是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要抱猫走的话，贝贝可以抱贝贝吗？贝贝，没有，你身为一个女生，我跟你说，你可以不用担心这件事情。我其实一开始在养他们两个的时候，只有我的时候，我那时候才幻想过，如果火灾或地震很严重的时候啊，我都已经有想好我的逃跑策略是什么了。是什么？就是如果我来得及抓现金，我会抓现金放在口袋；如果来不及的话，我会这样抓着他们两个人直接跑出去，就两个抱在一起。他们不会挣脱吗？一定会，但我不管他，就是手被抓到流血什么的，死都不能松手，这样抱出去。OK， 好，倒垃圾还是洗碗？等一下，我先想一下。真的很痛苦，还要想是不是？来，三二一，倒垃圾。太好了，以后就你倒垃圾，我洗碗。耶！垃圾有点远。耶耶！啊，如果是我们之前住的那个家，我会选倒垃圾，但我现在好像不会选倒垃圾、欸。我不管你刚才是选了什么，倒垃圾。对啊、可是我们现在垃圾都挤好多、哦，我们可以少少量，你可以每天去倒，没有问题的。碗也是每天洗啊。开会还是做报告？三二一，做报告。就是说开会我也可以，只是有选择题的话，我宁愿就是一个人在自己的空间，然后脑袋思考，然后做好应该做的事情。开会你也可以有自己的空间，但开会之后每个人都会有个屏障。不知道为什么开会对我也很耗神，就是跟做报告比起来，就是这开会事情就会很消耗我的体能状态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我会选择做报告。好，好，来哦，再来下一题，婊子还是渣男？三二一，请选择渣男。一定是渣男呢、啊。渣归渣，但是他还是有他那个，你知道，他之所以他成为渣男，是他对每个人可能都有用心，他一定都会就是对你很好，或者是怎么样，你才会觉得说我好喜欢他，或者是他骗你，你真的后来发现他劈很多腿，代表他其实还有用心在骗你，尽可能不让你发现，他有做表面功夫，但是婊子就是真会让我一直理智线断掉，一直在忍住自己不要出拳，你知道吗？嗯。再来下一个，变胖还是变老？三二一，变老。我一直在想说，我觉得这题要重新来，我来问好了。好，永远年轻但很胖，跟比较成熟老，一直以来就是可能四五十岁，对对对，四五十岁的面貌、哦，但是你很瘦。嗯，你要选哪个？你不管几岁哦，你三十岁也是看起来像四五十岁、哦。但是你要说一下你的瘦跟胖是怎么样的？就是大尺码，你可能还要定制，或者是你大尺码不见买得到的那种叫胖、嗯。健康胖、就是、不，这不是健康胖，这听起来已经不是健康胖。那瘦呢？就是你去买大尺码都还买不到。那你说的 瘦就是身材倍儿棒好，那种穿比基尼那种超辣这样。那这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啊。可是老，就是对啊，要选瘦但老，没关系。啊，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会选年轻但胖哎、欸。Why？ 啊，反正都那么胖了。你懂为什么？我觉得最痛苦是要胖不胖，要瘦不瘦。像我现在这样比较痛苦。啊，你不要这样说自己。怎样？我是胖是不是？没有啊。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这样，你多一口你就会变胖，你少一口可能瘦，可是你会饿很久，你会不舒服。嗯。所以你为了维持在一个就是中间值的体重，你会反而要更辛苦的维持。嗯。但如果说你已经胖到无边际之后，你就可以很快乐的吃你任何想吃的东西，但是你脸很正。嗯，对，我选瘦是因为我有发现说，其实人的青春美貌大概就是聚集在前30到40岁。可是永远40岁看起来很像25岁。可是其实你的人生大半部分是后面老了之后，可是大部分的女生老了之后就是会发福。嗯、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就是我就想说，为什么我妈在人群之中总是看起来比较年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就发现，因为他瘦，就我发现瘦才是一个你在群体里面好像
我妈又在下面留言了嘛。那我们是老少配、欸，怎么了吗？对，就是奶奶养大的孙女，辣奶奶养了一个胖孙女，就是有一种饿叫，就是奶奶怕你饿啊，对啊，对对对，嗯、好来下一题哦。请问百事还是可口可乐？三二一，可口可乐。百事。为什么要选百事？我先跟大家说，可口可乐比较甜呢、啊。我先跟大家说，我怎么不选百事？因为我觉得百事比较甜，而且我前一阵子喝了一个百事可乐，我才喝了就宝特瓶装的啦，几口是宝特瓶。哦，对，我还喝了几口，但我觉得那个胃食道逆流三天呢、欸。我觉得那一批。有问题是不是、嗯、味道不太对，反正胃食道逆流三天呢、欸、好来下一题哦、喔、来 Nike 还是爱迪达，三二一 Nike 我喜欢他们两个，其实都蛮喜欢，因为他们有时候每一季不一样，之前可能 Nike 好看，可能爱迪达好看，都有，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买最多的好像是 Nike， 嗯，所以应该是潜意识选 Nike 的。我自己也选 Nike， 我不知道为什么都选 Nike。好来，再来哦，热还是冷？三二一，请选择冷。冬天就是你可以穿很多，就是我觉得衣服好看的衣服。对啊，然后我只是不喜欢流汗黏黏的感觉啦。对啊，而且就是冬天不知道怎么穿衣服，就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对，很多材质都很舒服，像棉被这样。对啊，可是我觉得冬天超好睡。我觉得对，来康熙还是我猜，好像有年代感的一个问题哦。好，三二一，康熙，当然是康熙啊！我猜在阿雅走的时候，我就觉得少了一个味，少了一个味儿。对，但是康熙还是比较北南一点。嗯、对，我到现在，我们俩到现在还是会回吃饭时间，然后把康熙打开来看。对啊，然后再笑到疯掉。对，笑到疯掉。而且就是康熙因为拍太多集，所以你永远有影片可以看，永远有影片没看过。嗯。对不对、嗯、好来再哦对 Marvel 还是 DC 好三二一请选择 Marvel 我喜欢风格啦对、嗯、我就只是很喜欢钢铁人就这样好、嗯、OK 哎，这个题目好长哦哦吃起来像冰淇淋的大便还是吃起来像大便的冰淇淋但是吃起来像大便的冰淇淋啊至少本质还是个冰淇淋啊它味道跟大便一样好，那你去吃一个，吃得像，吃起来像冰淇淋的大便。不要啊，我还是吃冰淇淋好了，管它什么味，大不了就是很难吃的冰淇淋而已。对啊，对不对？好，再下题哦，来，无止境的爱还是用不完的钱？三二一，无止境的爱，因为无止境的爱有可以产生钱。热情会让你有更多的动力去做事情，而你的动力就有可能转化成任何其他的东西。对你可能会吸引到，它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友情，可能是对什么什么，就是会吸引到这一些东西的人向你靠拢，对吗？可是我觉得钱换不成那种钱换不成无形的东西，对啊。但其实无形的东西可以转化成有形的东西，对，對没错。嗯，好有智慧哦！终于难得把那个话转换得这么完美，真的。来啊，下一个哦，一辈子无法高潮，还是每天高潮200次？哦，三二一，一辈子无法高潮。200次，可是他来的时间可能你好可怜哦。哈，一天才你好可怜、哦，你算一下，哎、欸，一天200次，你代表多久就要高潮一次、啊、每7.2分钟就是高潮一次。你要这样是不是？开会开到一半，我就是说很几百米冲刺，就突然间高潮这样子，撸猫撸到一半，这是双重享受哎、欸，哪像你好可怜哦、喔，吃那个很像冰淇淋口味的大便的时候，然后你要突然间吃到高潮，这样对吗？你不觉得不能高潮太可怜了？还好，但我觉得无时无刻的高潮有点时机不对。没有无时无刻7.2分钟，这就是无时无刻啊。好，那我问你，一辈子不能高潮，跟一辈子高潮几次是你可以接受？比如说100次，那种也比较好一点吧。你变 double 那种接近15分钟高潮一次，不要，还是不要，还是太多次、啊。那50次，接近30分钟高潮一次，我不要啊！我觉得一天一次就差不多了吧。1个小时一次，我也不要啊！我问你一件事情，你现在狗，你带三个小时就要带它去做一件事，就是带它去上厕所啊什么的，你觉得很痛苦吗？就是你好像
过一个小时就有一个，我不管它是不是高潮好了，就是只要有一个有一件事情，对啊，你就觉得很烦，你知道吗？但你一辈子没有高潮很可怜呢。可是我也不，我也不想，我也不想要，我也不想要，就是一个小时，然后就有一件事情要烦你，你知道吗？你这样永远没办法休息。知道了吧？我们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好了，好，今天终极二选一就到这了。嗯啊，喜欢的话记得回答我们最后一题的答案。嗯，好了，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小狼说拜拜。